设 f of s 等于 s 三次方加三 s 平方减二 s 加一，且 f of s 可以表示成下列的算式，是求 a b c d 的值。我们用综合除法一三负二一来除以，就是我们的除式 s 减一，所以这边要放一，一一四四二二三，好，继续除。除到不能除为止，一、一、六，啊，最后我们就不能除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A， 也就是我们的 B， 也就是我们的 C。